大家好，我们在阳台栽培小葱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选择干葱头，栽下去五天就长到10公分高，15天就能收割一次，非常简单的一个养护方法。首先我们选择疏通透气、排水性良好的土壤，有利于生葱生长得更好。栽培的时候呢，我放了一些发酵腐熟好的芝麻饼肥作为底肥，等这个香葱收割完之后呢，我们放上几粒芝麻饼肥兑1000毫升的水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呢给这盆香葱完全的浇透就行了。一个月割一次浇一次，养护香葱我们给它充足的光照，有利于香葱不倒伏，盆土保持微湿润，不能偏干。这样养护的话，15天就能收割一次，连续可以收割2年。好了，阳台栽培小葱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再见。